关 DJ 的放松生活怎么样？有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锻炼我的普通话，还有就是韩语的口语能力。真的，我发现就是自从去上了那个，去成了一个正式 DJ 之后呢，普通话退步了？没有啊，普通话进步很多。对啊，因为我一直要去读嘛，去读那些文字嘛，不管是中文还是韩语，特别是韩语，真的是进步的特别多啊！请大家多支持。最近有学什么中文让你觉得很有意思吗？最近单词都是还行的，但是最近我的中国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去很多地方了，最近什么 Great Wall China， 去 market 市场。最近我去一个滑雪场，所以我很有意思。对。还可以，但是我没滑雪八年了，一开始有点困难，然后一起练，可以，感觉回来了。啊，我本来就是对 P 图是没有什么天分，但每个人有自己的审美嘛，有自己审美。那个漂亮的话，对，就是漂亮，对呀、啊。哦，帮我说话。So beautiful， 是吧 ？Beautiful， 怎么说？我还是更相信。我们威震你的眼光嘛，对，对，所以多帮忙。非专业这里教学的反响很好，想讲幕后故事吗？幕后故事，就录的蛮快的，其实我也看，挺有趣的，真的。哎，你有看？对啊，很难得哎，一看就是 Henry 的，就是他的那种风格，对，然后看了有演戏嘛，就是有那种两个，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嘛。这样子，然后剪接在一起，不错，对，还不错啊。背后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没有，因为就很快速的，有趣的都已进行。哦，你的普通话好，非常棒的。有看过一些明星的做饭反馈吗？有暗下决心修炼厨艺吗？啊，完全没有。对，这个厨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需要的东西。然后反正可以点外卖，对，可以点外卖。然后毕竟点外卖，我们宿舍有他嘛，那我也不需要煮饭。你很久没做饭、啊，我很久没做，但他常常煮螺蛳粉给我吃，所以我这个还算挺好的。可以为人民3周年做些什么？希望可以再跟你们走下去的久一点，是吧？大家就继续健健康康的。哎，你抢我台词，我也要说。换一个，继续开心的工作啊！很漂亮。那我就感谢过去，就是还是有这么多的威震你的陪伴啊。对，就希望未来呢，还是可以一直像之前那样，一直好好的陪伴着我们，然后我们也会跟你们一起成长的越来越好的。对，健康的活着，没错。感谢所有的粉丝们一直支持我们，然后跟我们一起到现在。所以还有想感谢我们的成员们嘛，一起努力，一起陪我们做一个新的东西。啊，现在是彩虹屁环节，我可以慢慢读吗？好的。人间亮叫气，李永新 Tenny 有一种 magic， 能让我 believe in miracle and more than physical。哇吼，好的。星星在 track video 里要黄的，不是说要黄的是我的心。I will always shake your heart. Oh my. 涂皇冠很累，哈如，最近皮肤状态不是很好，朋友们都在劝我补充点维生素，可我觉得我根本就不需要，因为你就是。我的唯一啊！唯一啊！他说维生素的唯一。维生素啊，维生素 E 啊，唯一啊。OK， 为什么是唯一？啊，真的谐音梗！我觉得我们谐音梗能玩挺多的。出乾坤 and 纳西是甜的。他说乾坤眉眼弯起来的时候仿佛有偌大的引力，天空上所有的星星都被你吸了去，可后来想想天空上那片璀璨的星辰应该是在你笑的时候偷偷跑出去的。看了真的跑出去了香的是吧？还是皮啊？幸好我的可以
初五杨洋 at Evelyn， 2018年07/17首次公开，2019年1月17。怎么那么多期啊？中国出道是队内老妖，更是 rap 担当。每当有表现的机会，就能带给粉丝们惊喜。在我心中，你完全就是潜力股。个人采访时有谈到梦想，平时直播里有说过压力，你心里的目标也有理想，就让我这样的事业粉很放心。因为和你一起都是00年后，看到你一点点变优秀的时候，就感觉是彼此一起在长大、成长。OK，你能这样感觉到是最好的。对，这是真情真意。对，哇，我这个厉害，加油！涂萧俊一瓶怡宝，萧俊，你真的太可爱了。世界上所有小熊的蜜糖都放在一个蜜罐里的糖量都不如你甜，所有拥有华丽大翅膀的蝴蝶都没有你一只，都没有一只扑扇起来比你颤动的睫毛更加翩跹。所有五 A 级景区咕咚咕咚冒热。热涌的泉眼都没有你眼神里可爱的热切那么暖，哇，你就是钟灵毓秀中华大地百年难得的一见的宝贝，哇，这个，哇，哇，文采特别好，文采很好，真的，哇，学到了，哇，谢谢大家，谢谢。谢谢。